上谁谁敢来这边上厕所？之前就跟你们讲过，像这种半夜跑来深山比什么地方都还要危险。这个是骨头做的吗？对。啊，这个有什么作用？以邪制邪哦。哥哥说这附近很不寻常，感觉应该是有住东西在这里，可是绝对不是人类。感觉到一股像结界的东西。哥哥这边是一块空地耶，那间是什么？过去看一下。湿气很重，好像储藏室。哎，它里面好特别哦，是那种山壁耶，是一个山洞。哎呀，它应该只是把它搭在这个山壁的旁边而已，所以有一部分的墙是山壁。哇，风突然间好大、哦。突然起风了，而且奇怪的是走那边，这边没有，我们先往边走。这里似乎以前有一个道路哎，哥哥。这边好像有一条路，现在我们发现这边似乎有一条路可以往下走。我不好走，不好走，小心小心。我会滑会滑，小心小心。哇，那边是怎样？哎、欸，那边怎么还有很像椅子的东西啊？是椅子吗？还是只是石头而已？之前在这一个山区这边，常常是有民众，然后就发现自杀的尸体，然后就报警处理这样。哇，这边，哇，好剧烈哦！鬼哥说，等一下，他先看一下。哎 ，King， 现在头有点晕呢。别说你，我刚后脑勺又有点胀胀。你先下去吗？不知道是天气太冷还是怎样，我现在头突然间好晕哦。小心哦。嗯。这里是那种神经鬼魅的巢穴，我们赶快拍走。底下这里吗？鬼哥有感觉到。哇，这个环境超恐怖的！来，手电筒先给我。可是我这样很暗，我看不到路呢。我也到了。哇，这边怎么过？踩过去，踩过去。这边很难过。踩那个树枝上去，往那个树枝踩下去。不是啦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哇。哎、欸，我没灯呢。这里，我先过哦。你先过。哇，超难走的。等一下，我摄影机卡住。
哎，等一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好好好 ，OK， 来，我先下来，我、哦、我、哦，啊，有东西，操，手电筒给我，对啊，这边应该是以前有用椅子在给人家坐，哎。起鸡皮疙瘩，你先往旁边一下。这个能下去吗？旁边这边好路呢。那我们还要走这条回去吗？就还是找别的路？我看这边好像。走。我看这边下面也有路，旁边有路。别往前走，别往前走。现在我们就一直在持续往前走，再找另外一条路，因为刚才我们下来的那一条路很难走。这边是不是有人啊？因为它盖起来，盖一个像房子这样遮蔽的。走啊，往前走。感觉好像有人搭一个东西在这边睡觉。还有一个凉亭。对啊，有凉亭啊。哎。有这个地方啊，这边好像是通往下面的，可是要上来这个地方就只有刚才那一条路呢。等一下那边不知道能不能下去。对啊，可以啦，下面有路。旁边这边不知道是什么。啊？快走吗？啊？快点！哇哇哇！抱了一下，抱了一下圣经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可以吗？很想吐，还好吗？帮我叫一下鬼哥。好，等一下哦。还好吗？不想吐。我们先离开这边了，你先走。好。你先坐着，你先坐着。尽量闻一点这个味道进去。
开始潮汐，我们赶快拍一拍，赶快走，快点！哇哇哇！